聊聊。喂，熊猫，你怎么还没睡？想你。不是才刚见过吗？怎么就想我了？其实，我也想你。陪我跑了两天，累了吧？不累，只要我睡一觉，我就满血复活。那，明天可以再陪我出去一趟吗？又出去啊？每天都想见到。我也是，那你明天准时来接家哦。遵旨。晚安。晚安。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换家具了？师傅之前就说，我家里太单调了，像样板间一样。就是的，你看你们家又大又闷又空，颜色都只有黑白灰。我之前对这些并不在意，因为就算有其他颜色，我也看不出来嘛。但是现在，我要改变。包在我身上。中间这一块颜色比较深的就是酒红色，它就是桑葚汁的颜色。桑葚汁呢，甜里面带了一点点酸，也不涩，香气很特别。这个桌子的颜色就是淡奶油色，柔滑但是不腻，带了一点牛奶的清香。这个椅子呢是棕色，也就是咖啡的颜色，喝起来吧带一点点的苦，但是香气回味悠长。咖啡加上奶油，那就是浓稠版的拿铁。这天空的颜色雨刚刚停，空气里还带有一点泥土的清新味道。试了这么多床垫了，就是这个的支撑力和回弹力最好，就买这个了。我刚才问过了，咱们订的所有家具3天就能到，我还专门叫了上门组装。好呀，到时候你家就焕然一新。